刷脸支付第一次在线下应用的商业试点，那么把人脸识别从线上移到线下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。但这一次的话，与之前的挑战不同，在于这一次是一个公开的线下场景，然后是在一个公共设备上，人和一台自主点餐机进行交互，然后完成支付。如何来防止像照片、像视频啊这种伪造来去冒用你身份的情况？那么我们也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。 通过智能的算法和硬件结合起来来解决这种活体攻击的问题。那么最后就是这种涉及到数据安全和隐私，我们通过加密、脱敏等一系列的安全保证，最大限度地保证用户的隐私和安全。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，用户出门不用带手机，也不用带钱包，刷脸就可以吃饭。